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废话就不再多说了啊。接下来咱们来帮这个粉丝充钱啊，648啊，他充的648，这个是组织648，这个是组织里面的那个648，充上去啊，用微信可以充啊。这个号说明已经满十八岁了，说明已经满十八岁了，而且这个648是首充翻倍，来了老李啊，那啥也别说啊，昨天开红包开的特别的坑啊，昨天开红包开的特别的坑，今天咱们来挑战一下，看一看今天的人品如何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来了老李啊，昨天开红包开的特别坑，今天648。给我出3000啊，1900比昨天还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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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是他小心是哟 A 他出来了吗？不太可能啊。飞段25，飞段25哟，这好像真的出来了，好像真的出来了，还真的出来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，真的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，他还整了个人发帖，笑死我了，他竟然还整了个人发帖。来吧，废话不再多说了，咱们再把他高中，咱们再把他高中去，把他高中，他的话也别的不行，没有什么可整的地方，看到吧，没什么可整的地方啊。然后时速必送，然后验证一下二级密码，验证一下二级密码，验证一下二级密码。这个他245了，我感觉他有机会。先来64，先来70收。我感觉他应该有机会把这个飞段招募出来，对吧，兄弟？我感觉有机会把这个飞段招募出来，还是很爽。第一发保底啊，非常强势的保底，非常 nice。啊，那第二发又是保底，但是来了四个刀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四个飞段，啊，六个钢绳，很对啊。那就是这种感觉，继续抽。哇，第五怎么这么多这个金棒锤，兄弟们，天哪，这个金棒锤出的有点多哈，出的有点多，啊，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，多多少少有点过分，还是保底啊，四个飞段，五个刀，两个钢手，你脑子玩的哥们还能出俩钢手，笑死我了啊，又是四个刀一个飞段，总的来说马马虎虎吧，总的来说，然后再来抽一下，来抽一下，总的来说马马虎虎啊，最后一发啊，只要这发再出四个飞段，他就来了个 A 人呐，九流一发直接绝杀，不出飞段，啊，真的出来了，兄弟们，剩1600金币不花了，哥们儿，金币留着吧。哎，我去你个老屌，飞段，哎，我去，就差一发，真的出来了。哎呀，真的出来了，这真的就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，老弟，哈哈哈哈，你看看，哎，这玩意儿，这家伙整的小鸟伏特加，那雷霆嘎巴呀，给他来一个战区，你个老弟，脏死了，啊，这个老弟不简单，中了一个飞砖，哈哈哈哈，就这样吧，改进点去吧，老弟，啊，很不错。